所以我之前是没有，所以我之前是没有用过自拍棒啦。所以看起来好像那我之前是没有用过自拍棒啦，但是这一根自拍棒我是觉得还不错啦。那刚刚像是这样口袋相机放在最，那我之前是都没有用过自拍棒啊，但是这一支自拍棒，Jesus， 那像是刚刚，那刚刚我们长度是伸到最长的，那我们刚刚长度是直接伸到最长的状态，那上面是放一台小小的口袋机。那刚刚我们自拍棒是直接拉到最长的状态，那看起来还是还蛮稳定的，就它不会像是，那我们刚刚自拍棒是直接伸到最长的状态，那上面放一台口袋机，那看起来是还蛮稳的，就不会有像是品质很烂啊，就是可能伸长然后会晃来晃去啊，好像相机快要掉下来的感觉，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，你自己看。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啦，就很扎实，不会担心说相机快要掉下来这种问题。